这个呢是从那个莲雾上检查出来的新菠萝灰粉介，这个是放大的图，这个是小图，这个是莲雾，大家知道哈。这个是大洋豚纹粉介，是从那个也是在莲雾里头检查出来的。这个是这个番荔枝，这个是可可花樱的病菌，黑色的。这个呢是大洋豚纹粉介在番荔枝的表面检查出来的，这些情况都有跟台方通报。